我为你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新成员。哎，大哥，95后，律政奇才，攀岩。啊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啊，无所谓，英雄不问出处嘛。左律师，我就是个实习律师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在听着呢。您先冷静，您别哭。刘总，其实我真……哟，我跟你一块儿吧。我没事儿。我也没事儿。我们花了那么多钱供你念书，不是让你去一个三流的律所。没想到咱俩还成同事了。你们之前犯了战略性的错误。这样，你说呀，你别说，我别弄。好，不绅士，不绅士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先说两句。你别，行，我就这都到了，行，甭送了。干咱们这行的，一个人单打独斗肯定是走不远的。要习惯睡一边。老话不告诉咱们吗？一分耕耘。那你去做呀，怎么就坐着呢嘛，勤勤恳恳。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，每天处理这些案子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有什么意义呢？炒菜做饭有什么意义呢？咱当奥特曼，打怪兽，拯救地球，这多有意义！咱活这一辈子，咱就得高高兴兴的。咱活就得活得值，咱活就活得得劲儿。干得好，漂亮！遇到再难过的事儿，都会过去。你别看那鸡毛蒜皮，没有小孩子，只有小律师。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呀？能过啊，下礼拜六吧。为什么下礼拜六？周末呀，周末还不无忧无虑。